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Roblox。今天呢，我特别邀请了阿神跟我妹妹，我们三个人呢要一起来玩这个宠物模拟器 X 啊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 ，X 啊 ，X 到底这样子讲啊 ，X 啊，宠物模拟器 X 啊。那上一次呢，小光上一集阿神老师傅呢送我100万的这个钻石，不过下面很多人吐槽说，哎、欸，这个钱、欸、什么？哦，你要送我什么？啊、你要送我什么？哇，个十百、千万！哦，等一下，这是发财致富，这是1400B 吧？这边大概就14000块了哈，就送你了。骗人啊！我真不相信你会送我这个，喂，炫富啊，炫富啊！上次大家吐槽说100万其实没有很多，我们知道，因为那只是小光第一集的启动金。后来呢？其实后来我们自己私底下也有自己在偷玩哦，而且非常多观众送了我好多礼物哦，是非常感谢大家。好、哦，我要、啊、观众送给我。嗯，你好像已经不需要了。观众还送了我很多的这个宠物啊，哎，我现在都有用，哦，又送我1.16Q 的，哎，我上次用的是921T 的这个宠物啊，打到后面好像有点难打了，不过呢，我相信后面应该还有更强的宠物啊，那我要想办法继续努力。这次听说更新了一个情人节的活动哦，大家有看到我右手边这个爱心吗？454个，我站着不动，它会自己领哦。这是要请教一下我的老师傅啊，这个爱心是什么回事啊？这个爱心的是这一次的情人节活动，你不管打任何的金币堆啊，它都会冒出那个东东，但这边有个特殊的金币堆，这里哦，这里，哎呦，怎么有爱心的金币堆？大的喜欢的金币堆，哇 ，bonus 好多、哦！只要不包这个东西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一些那个东东。那、越后面的世界，他得到的那个爱心就更多，是这样子。哦，那拿这个爱心可以干嘛？拿这个爱心之后，在旁边这个地方有爱情公寓。哎呀，爱情 hotel。进去之后，好超漂亮，好色情的颜色哦。没错，就跟那个我跟闪闪一起去某票的时候的颜色一样。什么？闪闪不是？哦，哇！哦，原来是进来这里呢，就有活动的蛋蛋。通常像这种游戏啊，他们在不是这种游戏，就是 Pet Simulator 啊，他们每过一小段时间就会有一次那个让新手追上大家大部队的改版。现在的这个蛋蛋非常非常的便宜，然后你抽出来的宠物是现版本最强的。那我还不赶快去刷，妹妹走，我们赶快去刷，走走走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刷第一世界的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基本上。我们家宠物这样随便飘飘飘，就好多好多好多钱呢、啊。对，小光现在在哪个世界啊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好像在 Double World 的这个倒数第四个世界的样子。Double Waluto 吗？Double Waluto 就是很多彩虹这里，很多啊、哦。这边很硬呢、欸，我这边的宠物踢的打不太痛哎、欸。那个叫做 Doodle， Doodle 哦，这叫 Doodle 啊、哦。Doodle， 抱歉，英文有点差。是 Double 呢哦，你看它这个有52QT， 我现在只有这个 T 的、啊。偷偷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，在这个版本里面啊，在这个世界弄比较慢，你必须要回到 Cat World 猫猫世界的 Tiger， 有一个 Tiger 世界。Tiger 有在这个世界，你赚钱的速度会是最快的。哦、CP 值来说的话，它是最快的。哦，我这边好像已经开过了、欸。没错没错，只要来这边啊，来这边然后打这里的箱子。他赚钱速度是最快的，哇，好快哦！你是说那个爱心的部分也是超快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哇，哇，好多，好多，随随便便就增加超多，哇，增加超多，哇，要再抽了，哇哇，妹妹，我们今天来比赛，我们来抽100次，看谁拿到最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好，来哦！阿神应该就不用比了、啊，老师傅不用比，他一定是最好的了，我们不需要跟他比赛。那哥哥输的要怎么样？输的话呢，就情人节哥哥再帮你煮泡面给你吃。好、哦，你一定以为我要跟你赌什么原神，对不对？你看阿神一定是想说我要赌原神，没钱了啦。你知道我破产了吗？什么泡面啊？我现在穷的只买得起泡面了。泡面，太可怜了吧？对，真的可怜哎、欸，是不是该资助我一点了？资助泡面啦，吃泡面。连我妹都养不起，都只能给她吃泡面了。听了都觉得寒酸哎、欸。如果哥哥赢了，你就帮我泡维力炸酱面，泡五包。然后晚餐我就吃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好惨啊！怎么打着打着人就不见了、啊？我不是跟你讲说在Tiger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人在Tiger这个地方？我跑去那个了，
我跑到更前面去了。后面去。你怎么没有人去拍卡这个地方？我想说，师傅讲的话怎么讲人就不见了、啊我跑到最前面去。我传到泰嘎之后，我这左右不分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太夸张了吧！瞬间秒杀是怎样？我要去跟妹妹抢。可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宠物啊，都是这个活动里面出来的宠物，所以你们基本上只要玩这个活动就可以跟我一样抢。哇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错。哇哦！哇哦！没有错。哇，送这么好的，我现在目前最强的这个宠物只有到921T，所以它这个最强的宠物可以到多少啊？他现在最强的宠物呢，现在大概是33Q，应该还有再上去，哇，应该还可以再上去。那我是不是有33Q就可以把这些角色可以做替换？对，我对、哦，是没错。感谢这个观众呢送我这些角色，不过这个小光也该是成长的时候了，该要成长到 Q 的阶段了。T 其实已经够强了，可是到后期真的。哦打这种 Q 真的是还是需要一些 Q 的这个宠物啊，没有错。哇，对啊、这边的宠物弄起来其实就已经有五 Q 了。哦，真的哎，真的，对，没错。哇，我现在在刷这个宠物的名册，哇，其实很难刷哎，我刷到150只，我大概花了2-3个小时啊。哦，这么多？对啊，因为我都把它丢到我的那个包包里面去。啊、小，因为小光笨笨的，他不知道他那个可以取消掉。对，我不知道可以取消掉，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可以取消掉。我都直接刷到我的包包里面，然后50几个，我就要自己过来，哎、欸，再打开，那再重新删掉，然后再用。天哪！后来今天问阿神之后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是可以取消掉的。哇，那我今天又要开始好好的浓一下，大浓特浓了。你可以把你不要的都取消掉，这样子它就会，就不要的它就会是，对，你的包包就永远是空，你就可以永远一直洗，一直洗，一直洗。哦，没错。哎、欸，妹妹，我这边刷了蛮多嘞，1、2、3、4，两个痘痘。你们要不要先去试抽看看？两个痘痘，两个痘痘。妹妹，你3个痘痘了，太扯了吧？三个痘痘，几逼，听起来很像色色的。我跟我妹都开始开黄腔哦，我们都喜欢玩痘，我是说打这个，对，打痘痘啊。走，妹妹，我们现在去爱情哦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好就怪，妹妹有走，我们去那个世界抽，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小光他们抽到什么东西。耶、yeah, ，走吧 ，Go Go！ 哎，妹妹，我们今天这样比啦。我们两个人谁先抽到10个，先抽满10个问号，谁就获胜，好不好？那3个问号，只要出现任何一只，就算一只这样。没有，你抽到大宠的话，我今天现场给你收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假的？抽到大宠直接收吗？妹妹来了，妹妹你要抽这个啊、哦？左边吗？抽右边吧。金蛋看起来左边吧，左边，右边太贵了，右边你可以抽几个啊？别闹、啊哦。对耶，说的也是哦，左边自己的。变自己的重量，好不好？是说真的，左边就够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用左边再合成上去，其实它合成上去都是一样的。哦，是一样的吗？哦，可其实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都合成上去都会是一样的。哦，好，那妹妹准备啊、哦，3、2、1 ，Go！ 啊，来了！咚！哦，我抽到一个，抽到什么 ？Epic！ 屁耶 ！Epic 不够啦。你要 legendary 啊 ？Epic 不行吗 ？Epic 太不行啊 ！Epic 是你说的那个问号蓝色那一只是我们的爱情狮子，它是 legendary 的。然后再上去呢、oh. 是我们的 teddy bear。No， 这也太难抽了吧 ！Epic 泰迪熊都是26%哎，好像有点难、欸。妹妹怎么都没抽？你们要等。有啊，我在抽啊，只是我都没抽到而已。太惨了！我都是那个，都是这个，对我都是前两个。哦，有了！为什么？屁啦！妹妹，26%的啦。好，26%，吓死我！26%，哥哥也一直抽到啊！耶、欸！真的很难呢、欸。妹妹，你抽到了、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看不到，妹妹，我看你在哪里？有啊，
左上角一个紫色的啊，左上角那个留言。留言吗？对啊，如果出现紫色就不重要了。被抽到莱恩了。好耶。哇！为什么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妹妹，你这个游戏怎么好像比较欧洲啊？还哭啊！你这个游戏好像比较欧洲哎，我不能接受啦！你们钱钱还有多少可以抽啊？你们钱钱，我们钱钱哦，还有三个豆豆，还够。我好像两个豆豆，我应该还是够啦，还是够抽。我帮妹妹泡泡。为什么啦？为什么？我到现在零哎，我到现在零哎，惨哦，好惨哦。为什么？零比三哎，我到底要多非洲才能这么飞啦？我靠！我的天啊！哇，抽到十只就结束了，现在目前零比三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不是哎，虐惨哎，这是真的虐惨哎。这等一下那个 Lion 的几率到底是多少啊？蛮高的啊，蛮高的。为什么我没有啊？蛮高吧？你要看我死吗？不晓得，反正。我是不是抽错蛋了？我是不是抽错一样，就我一定是抽错蛋，我肯定是抽错蛋了。你的蛋跟我的蛋不一样啊！别牵拖，我的都是这个。别牵拖，他就有这颗蛋，他就有这颗蛋。我要吐了，我要吐了。哎，五比零，小高。我至少一只好不好？拜托，我这样很好。哎呦，很衰哎、欸。怎么这么倒霉啦？怎么有这么倒霉的事情啦？爱情的恰巧，真的是爱情的恰巧，好巧哦！为什么我是不是有关到什么问号问号不会抽出来的这种指令啊？有没有？搞不好有这个指令，对不对？我不小心输入到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也有可能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的 Legendary 有开起来还是关起来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你说来一个，等一下。所以我确定过了，我的有全开啊，我的有全开啊，为什么？小哥，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要抽一只。啊，六比零！我的天啊！大家在底下聊天区打一个 F， 帮小光上柱香。真的，是真的要上香哎！各位，你们真的要帮我上香哎！有没有这么倒霉啊？太扯了啦！零哎！啊，小光上柱香！妹妹，你要不要浪分？我抽到三只就算我赢，还上分，好不好？我抽到三只就算我赢，你已经七比零了，还好不好？还上分，小光，你跟那个美眉怎么真浪分？浪分啦、啊！哎、欸，你跟你妹妹可怜可怜我这个可怜的家伙，好不好？可怜我一下，好不好？追到一个，不会出就是不会出、欸，哎。不是我再检查一下好了，我再检查一下。八，第八次。等一下，暂停，再检查一次，再检查，真的太快了，我真的再检查一次，再检查一次。A few moments later. Exclusive gold shiny rainbow. 好，对，你就是谁？对不起。啊！我就是倒霉八，妹妹你八了。你就是地狱倒霉鬼。说我包了，剩两只。我真的，哦，你的包包满了。我包了满了，我包满了。妹妹，等一下。我包还没满呢。等等，妹妹，等等。啊，这是个地狱倒霉鬼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。这些全部都删掉啊，因为好像没有很强哎。好，还是要拿去合成啊。哥哥，对不起。妹妹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的那个问号伤害多高吗？问号伤害238T 吗？对，那好像没有很强哎、欸，没有，它融上去，好不好？融上去，哥哥，那只蓝色的融上去是4.75Q， 4.75Q 哦，蓝色的，对，就那一只蓝色的融上去，要怎么融啊？就是融合，我等下教你融合吗？前提是你要有，我没有啊，那我九只了，哇，我九只，还是我可以先把这个。这种的我都不要、啊，
我只留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教我设定一下啊，我太难过了。九字了，等一下，我一直都没出九字了，我妹那坏掉了，妹妹那个坏掉了吧？没有没有，他正常几率应该是妹妹那样子。为什么我的都没有？我要去，我要离开这个游戏了，再见！不，我要去撞墙了。我今天帮你煮泡面啊，对。真的吗？不是哦，太夸张了！妹妹，你要帮我煮泡面，我很难过。第一次哎，哥哥，是不是因为我不用过情人节，我要过情人节啊？我有老婆哎、欸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小孩要养，我没有小孩要养，我有妹妹要养。有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没有，我妹妹要养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没有小孩，你居然在这部影片里面宣布这么重要的事情？没有了，我并没有小孩，误会了，恭喜恭喜！没有了，大家在底下聊天是打恭喜啊。恭喜了 Mia， 我一张一次都抽不到，我很苦，真的是。好啦，各位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这宇宙非洲人就是我，好不好？宇宙非洲人呢、欸？今天我们的这个情人节，我过得很不情人，好不好？还要本来以为我可以帮那妹妹可以帮我煮泡面，哎、欸，对，就我竟然是妹妹可怜我帮我煮泡面，我觉得很难过。大家如果你觉得我真的很衰的话，帮我点个赞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真的很衰，衰到你需要你们的力量支持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！好，如果想要继续看我们这个宠物模拟器 X 的话，记得关注。我们下部影片欢迎出啦，见啦！好惨哦。